站住了他的衣襟，贴近他肉麻子的心。那为什么会接受偶像团呢？像我的话，我是受我上一届的团长提携，就说那个时候，然后说啊，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了嘛，大四了要走了，然后只剩我来接了。那个时候我是因为特殊情况，因为我大二的时候他们是大四，然后我接了，然后我转系我大一，所以我可以打整整的三年，算是自己刚刚那个艺考回来，然后这些东西懂得比较多。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合唱团没有这些东西，现在都是我自己在尝试嘛。你们合唱团的日常也再介绍一下。我们合唱团嘛，日常排歌被我骂，第三年什么乐理课催作业，然后就是天天的 diss 他们，谁敢 diss 我就 diss， 我就回 diss 这样。乐人大小仙，小大仙，小小仙，大大仙，嘻嘻嘻，吃饭了，来嘻嘻嘻。因为那是遇到那个小孩怎么没长牙，吃饭来吃饭喝。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有同学提出那种特别无厘头的那种问题的时候，他会回怼他。比如说这个音是来，比如说我们音阶是然后我们的那个它的音名我们叫 CDEFGAB， 我说咪它是 E， 然后你突然隔一会儿 E 是什么啊，我肯定不会回答，我会说自己看书关我什么事，我说过了。但是因为这件衣服是你花了很多钱买的，你又舍不得把它扔掉，你只能扔裱起来，我得回家看到顺手吗？所以我就要开这个乐理课吧，把这些基础的理论教给他，说手人椅嘛，说一下不是手人椅。现在的话就是我第一天跟你拍的时候，看你管合唱团，其实有点疲惫，看着其实挺累的。这个其实最近才发现吧，就以前的时候也是元气满满的那种感觉，现在觉得力不从心，的确一个人的话的确管不过来，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培养几个人，就是说可以帮我分担一些事情，所以我就继续带他们，然后把他们真正带好了，我大四的时候我就可以走了。对，就是有个问题是你，因为我看你很累，然后我就很好奇你是怎么，就是有什么支撑的那种，或者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？因为我看着你，要是平常人的话，就感觉就会坐着，我就这么得过且过算了。然后你好像不是这样，你好像就一直有这种热情，能看出来，从就你教他们的时候眼神里面会有一种那种热情。对，首先，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都是因为你有优越感。为什么你去做一件事情？就是因为你有别人所不能及的之处，你有别人不能及的长处，这种感觉。优越感不是那个所谓的负面的那种优越感，而是我有比你更好的能力，我能传授给你的，这个叫优越。就是我把这个理解为这样，对，能够教授别人。所以我就是想继续发挥这个吧，就是说这个东西能。我能传授给大家的，这是我一种快乐，这是我能传播给大家的一种幸福感，我把这个称为幸福感。其实你有点当老师的特质。不是，因为我爷爷就是老师。但是我爷爷有个问题，他是理科生，我数学一样不好，教不会。